汉堡对吧？对，就这个汉堡。这没有什么套路吧？这个东西没有，九十秒吃完它1580。一千五百八。对，来，朋友们，预备，开始。美食不想做，排雷我来做。大家好，我是熊二，今天我又来了啊。今天我有点不开心，一个汉堡店的老板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汉堡挑战，说是赢了可以奖励1500多块钱。但是我觉得他这是在挑衅我，因为我之前挑战几次都失败了，他肯定看到过，所以我今天一定要过来试一下，让他看看我真正的实力。应该是这里啊。哎呀，你们家是不是有那个？是你吗？你好，你好。是挑战活动啊？哎，对，设计国发信息。对。怎么挑战呢？目前是90秒吃完汉堡并吞咽20，获胜。我们看汉堡什么样的有？汉堡目前要做。要做是吧？嗯。今天我碰到一个帅哥也是来挑战的，你多大帅哥？我24。24是吧？饭量怎么样？饭量还好。那我们一起挑战吧。嗯，好。就这个是吧，大姐？这多少肉这是？半斤的。半斤肉。嗯。那个就是一个就这么大一个。一个半斤，两个已经。这就是挑战这个汉堡。嗯。看到我都有点饿了。啊？有手套吗？对，有手套，刚好能倒给你。你就录那个手臂，就固定那个角度了，帅哥。我就在这个角度。就这个汉堡对吧？对，就这个汉堡。这没有什么套路吧？这个东西。没有，90秒吃完它1580。一千五百八。对。就等于是两个，就是两个汉堡。就不是两个，一个汉堡是双层的。双层的。来，帅哥，你给我录下，进来让他们看一下，给我录下。就这个汉堡啊，兄弟们。这个大汉堡，这上面这都要吃完对吧？对，这个要不要吃？薯条不算，这个不要吃。这个呢？对，这整个汉堡的主体都要吃，都要吃完。对，这个东西我能把它开碎泡在水里先泡着可以吧？只要比赛开始，你怎么吃方式你自己决定，都可以。那我拆的过程不算计时吧？拆的过程不算计时，准备好之后您说准备好了啊，我们按铃开始。按铃开始。那行，我先拆一下。来，兄弟，给我照一下，我再把它拆一下。我们拆一下，我们两个都拆。好的，先给它拆碎啊，兄弟们，我给它泡一下。我觉得这样的，哎呀，这好软家伙，看来老板还没有什么套路啊。这个也给它搞碎，不管这东西有点硬了啊，兄弟们。不管这也不行。这一块放完，先算了。我看这个够呛。不如不拆，我以为能泡碎呢。这个够呛，这玩意儿。我乖，再给它倒一点水啊。不行，别搞废掉。我跟你说，我感觉这不行，还这个瓜，这个段，我感觉这个瓜，不知道这个瓜是个段，那个瓜肯定是个段。发挥是不是？我不快了，我不泡了，我拿出来拿出来。哎，可以，好这，直接喝吧。就这么，可以喝点水，用筷子，用筷子吧。筷子你来不及，刀只有一只。后悔了，我这个。用勺子。哎呀，这搞得吃不下去了，这不是？肯定是那个瓜。啊，这个瓜要继续，你这个瓜挺好的。哎，你这瓜挺好。我泡坏了，兄弟们，看到没有？还没开始泡成这个样子，给我一口干。哎呀，我的妈！倒饮料。来。倒饮料得了。来，朋友们，预备，开始。叫他们属于安排哈，叫他们过来属于安排哈，这个水可能用得快。把我放到远镜头照照他们，站到最后，加油加油加油，差不多。差不多，哎，25秒，来个软镜头试一下。嗯，好。
多少分钟？是不是时间到了？到了，时间到了。其实这大哥已经其实是算完成了，你他不要把东西泡在水里面，他基本就差，我觉得再给他个六七秒就差不多，但十秒钟应该差不多，差不多这有可能成功。你咀嚼的时间长的还是那个点，